结果结果结果，十万火急啊！垃圾桶烧起来啦！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欢迎回来我们的一个新的系列，这个叫做 Fresh Light， 这个大概是前几天才刚出的游戏哦，目前还是早期测试，然后它主要就是在玩消防、警察、EMS 这三种互相搭配，那你可以自己创房间哦，选择伺服器这样子，我觉得是蛮不错，然后最多是可以六个人一起在线上，那它好像还会持续在更新就对了，反正还会有一些新的案件，那不管，因为我们现在先玩单人的部分吧，哦，那我们可能先选个消防员来做看看。那他目前的任务案件哦，其实好像还没有到很多。那作者是有说会再加入一些新的，然后也会再加入拖车的工作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愿景，好不好？他这个呢比较庆幸的是有中文啊，不过他中文翻的有点奇怪。蓝色是警察，红色是消防员，然后黄色是医生。我觉得消防员为什么是用冰箱呢？因为有点好像正火的感觉。那可以选择你的身体的部分。我们选二好了，然后帽子的话我们选一整组的，这样看起来比较有那个感觉。戴眼镜好了，因为我们本身自己有戴眼镜。 OK， 胖胖消防员出动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肥仔哦，然后他现在目前说有一个集装箱着火了，位于这个什么 tag 的地方，那如果你要接受的话就按 Y 好吧，我们接受了。那我们可以开这台这个云梯车走，那你如果是有好友的话可以一起搭着车，然后一起去救火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开引擎，打开我们的嗡嗡灯。然后它的地图呢，就是也是有城市、有高速公路、有郊外，然后有山上这样子。那我们起初都是在城市里面，那不知道以后地图会不会扩大，我是不晓得啦。反正我们就一起玩一种职业，然后玩一两个事件来玩玩看。看到了，哎，似乎是在这个转角处有着火，是呗？火姐，火姐，然后在哪里？他说什么叫集装箱？集装箱我也不懂是什么鬼，看来应该是箱子类型的，是不是电箱还是什么？哦，到了到了，哦，集装箱是垃圾桶哦，垃圾桶这种小咖咖也要出动这样子吗？好，来，先下来，哎 ，OK， good job， 那个宝的，那我们可以来这边拿我们的东西哦。火的话，我们可以拿我们的灭火器，灭火器瞄起来 ，OK， 喷一下。你要喷到有那个点哦，你如果没有喷到那个点是不会消失的哦。有了有了，它就会出现这个火点。好，然后像这个呢是两个火点就可以了，右边有这个火被灭掉两个点，那你只要灭掉一个点呢，它就加经验，有没有？到左上方我们的名誉点那边，那好像听说你等你的名誉点越来越高的话呢，你可以解锁的装备会越好。好 ，OK， 各位，我们替这个市民呢完成了一个任务啦，火被灭掉。好，接下来呢完成了，我们继续搭车吧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任务要让我们做的。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开着一般的警示灯这样子走就可以喽。那你如果那个玩警察的话呢，我有看人家玩过警察，警察部分也是蛮有趣，就是你可以随地开，像路边停车的人的啊，他如果没有停好车子啊，你也可以这样子跟他说，哎、欸，你车子没停好就开了，哎、欸，车辆事故，各位我们来接接看，有司机被困了耶，司机被困了，我们从这边走。然后像有一些名誉点数哦，你如果不小心就是像什么事故太严重或是撞到人家之类的哦，那种都会扣点数哦，所以就等于说你那个任务就白做了。这游戏不是要赚钱，重点就是救灾哦，就是救灾救难。看来是在一个山区的样子，山区的样子居然有司机被困了。像他的这种消防员哦，就是比较全能一点点，什么都会做到这样子。他好像在下面的路哎。这边啊，这边，我们从这边过来。司机被困，司机你在哪？司机，哦，我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哦，已经有 EMS 在这里了，我们先把路给封起来，先把路给封起来。好，咱们下车下起来，我看看他怎么了。他被哦，他昏迷，然后困在这里面呢。我们要延展器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去拿一下工具的部分，要巨门呐、啊，要巨门呐、啊，救援的部分我们要有延展器。哦，大力破坏剪啊！大力破坏剪，来延展器给他出了，加压把门给拉开，因为他那门已经变形了，这样子。Come on！ 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开了开了开了，哦，这样开了。他要把那个门开到比较开一点点的、啊、哦，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医药包。原来是这样子、啊，刚刚开的不够开啊。好，来帮他救一下，看看他哪里有问题。哦，很多点呢。OK， 一个膝盖受伤了，脚掌也受伤了，手臂也受伤了。哇，这个肩膀也受伤了，哇，整个人都受伤啊，整个人受伤咧，
哎，这个好好赚的感觉哦。完成，好啦，救护车从这里把它带走，可以了啊。我们的那个包包不拿回来啊。好了，不管它了。所以如果你是今天刚好遇到这个情况的话 ，EMT 也会在场，就消防会跟 EMT 一起这样子哦合作。好 ，OK， 咱们可以上G了。好，各位完成一个案件，有事。还没有什么森林大火等着我们来扑灭的呢。你看哦，其实在一个城市里面，这种救灾的感觉哦，嘛是真好耍的哦。啊，不过真实是希望不要有，就是、有了，又是垃圾箱的，为什么都给我们这种 rookie 消防员这么简单的东西啊？好像要回到市，哎呦喂啊，要回到市区哦。我们再回市区吧。结果啊，十万火急啊，笨蛇起火喽。牛楼换楼喽，给它直走，然后右转，是一个角落旁哦，是不是？结果，哎，我都亮灯了，你们还不走？哦，又是这边啦、啊，哎，不同的，这个在里面的，哎，这边刚好有这个那个消防栓，我们来试试看消防栓的部分，因为这样子喷应该比较快吧？啊，我们直接火，然后拿这个水管。它可以连接引擎，不过目前还没开放。这个可以连接，对不对？哦，点这里，有，那就可以喷嘞。喷得到吗？哎，有，喷得到，是应该绕进里面的。那这个因为它没有数量哦，所以我们就尽情的喷哦，这只要两个点就可以了。救火优先，我觉得它的烟雾做的蛮像真实的，那种粒子表现还不错。还有一个在上面。OK 啊，这样蛮 easy 的。好，来，完成了，耶、yeah! ！追光哥拔掉，然后再把它放回去。那我们再做吧，我们再处理一些按键吧。来，再绕一下，有了，又是箱子的。怎么这些年垃圾桶都这么会发火啊？啊？哦、oh, ，damn， 就起，哎，它这个公路做的蛮真实的哈、哦，很像，有点像欧卡那种感觉。如果你不偶一偶一，他们会停吗？也是会，他们也是会靠边的。哎，不错哦。结果，十万火急啊！垃圾桶烧起来啦！千万不要阻挡我们。我们现在来到84英里了，它好像是有点像在山上面的感觉哦。而且这个是要三个点。我想要趴过去了，救灾比较急啊，救灾急啊！好了，到了，我们到这个路上了。Yes， 有 ，OK， 哦，这里是沙漠哎、欸，这里是沙漠哎、欸，哦，我看到了，那里有一处这个火灾的部分，在这个加油站旁边 ，Hurry。这个哪需要我们出动啊？好，来停车，来，我们来领一下那个 fire 灭火器，火哥哥来啦！哦，这血该加 on 了哦。三个点，好，完成一个，然后看看哪边，下面好像也有，下面这边再救一下，上面还有一个，就你看它那个火源在哪里，基本上就。比较好救到，除非它是一整个那种大房子还是什么之类的，那种可能就比较不好救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啊无啊，赶紧，救援！哎、欸，这边也可以领了、哦，火，然后灭火器 ，good job， 上面的，好的，耶、yeah, ，完成了，哥，我们再做一个好了，不然都是这种垃圾桶按键，有点鸟啊。好了，不要再给我们那种有的没的阿里不打的任务了。电话接了五通了耶。好，往这边开好了，这边该不会没有路了吧？建筑着火了，这个接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建筑哎、欸，我们都没有接到建筑的部分啊，看到要上去了。我们直接往这个吧，它好像在市区耶、欸，刚好我们就救完就顺便回警局下班呐、啊。我想要穿越。穿越起来 ！Oh my god， 有点抖哎 ！Only cry， 我的车子会不会 broken？ 哎、欸，没事哎、欸，车子好坚固哦。Let's go，
看吧，看吧，看吧。它这个点有八个，有八个。这个应该是要用这个水管连接我们的车子哦，来试试看啊。哦，糟糕，我逆向，我逆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借过，借过，借过哦。逆向，逆向，逆向是为了救更多的人啊！千万不要阻挡我们啊、哦！千万不要阻挡我们。再往前方前进，前方前进。哦一，哦一，啊，借鬼，啊，弄死宝贝，借鬼。接轨哦，接轨哦！哇，足紧的，足紧的，足紧的，吹足紧的，吹足紧的，车赶快变回来嘞！哎，搞不搞？搞不搞？搞不搞？哥，我们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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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哦，摔毁了，摔毁了，摔车了！好嘞！哦哦，这下大猫啊，这根书店呢？书店烧起来了，书店烧起来了！哦，来，我来救你，我来救你！这个我们连水管吧，我们先拿那个水管。它这个旁边应该是有消防栓的，有没有？哎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啊，快点，快点，连接一下，连接一下，有了。来，拖起来，拖起来。哇哦哦，先是这个，也是这个垃圾袋、垃圾箱的，有八个点，先救一下，冲一下，冲一下。这个应该是两个点左右。哎，他拿着水管可以动了，可以动了，可以一次冲两个吗？好像不行，这样太担心了。Hurry, hurry, 冲起来 ！Yes, yes, 还有没有？下面还有啊！那根本就是垃圾箱在烧嘛！垃圾箱烧到整个建筑物烧起来就是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也太奇特了，这个真的太奇特了。OK, good job, good job。好，这边来第四个点，还有四个点，还有四个点，好像墙壁上面也有啊。这边有，这边有，上面那边有，哦哦哦，冷气也烧起来的啦 ，Linky 嘛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，这边赶快再用一下，冷气还有上面的窗户都烧起来了，一个有没有？然后这边，快快快快快 ，OK， 哇，上面窗户我们救得到吗？欸、救得到哎、欸，哦，这强力水柱果然是非同小可啊。哇，这用一般我们车子的可能不一定救，哎，车子应该救得到，好像可以调水压、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，第八个，这个好像有点调不到，哇，这个绳子可以拉这么长哦。哦，有有有，非常高，非常高，看到没有？有了有了 ，OK， 各位，咱们顺利的将他们完成了 ，Good，Yes。哇，这个好长哦，我可以拖到那边再拖回来吗？我看看，哈哈，这么长哦，吓死我了，超级长的啦，等一下收到死哦。好啦 ，OK OK OK， 那我们准备回局里了哈、哦，准备回局里了。今天的任务呢，算是辛苦了。哎呦，酷酷的，酷酷的，把它放进去。OK， 好了，搭车，搭车。他可以坐左边右边哦，他可以坐好多人哎，他后面也可以坐哎哦，所以可以这么多人一起出任务，那以后需要有那种更大型的才有办法了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这个任务哦算是完成了，这个我们就不做了，那我们就来回局里了，回局里哦，等来打卡下班啦。今天也救了大概六个案件了哦，救了六个案件了。那因为这个都还是在早期的部分哦，所以有一些像 AI 啊，或是一些部分哦，都还不是说很完善了。不过蛮期待这种救灾类型，而且又可以多人连线的时候，我觉得如果做起来应该会蛮棒的。好嘞，接下来我们左边车故事件哦，埋伏啊，司机受困，冠爷下班来喽，进来里面看看。哦，他这边可以改变角色啦。那他可能之前有说到说可以换装备，那个我是不确定该怎么用哦。酷哦，所以之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哦，开警当警察了，好吧？哦 ，I'm police, I'm police， 还蛮酷的啦、欸。其实很像那个圣诞地夜师呢，哦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下一次呢就准备来当警察了啊、哦！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影片的话，记得在下方帮我点个赞，点个订阅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也可以帮我分享影片哦。激进的司机呢，我们下次 police 再见，大家拜拜。